Top 5星级酒店羽绒枕有好多款俾你选择，今次介绍系富豪枕同埋三文治枕，两款都系用鹅毛制造，系为份矮枕嘅客人而设。富豪枕系用 96% 鹅毛制造，会比较硬，但系价钱好吸引。而三文治枕会比较软啲，依个枕头设计好似个三文治。面包部分是选用软绵绵的 90% 鹅绒，内馅部分是用 90% 鹅毛，效果会比较坚挺，所以带给你软中带硬的感觉，是很舒服的。如果你不喜欢羽绒枕，试试看看 Soft 棉花糖枕，选用了特软回弹力特强的 Poly， 软得来又可以舒适地承托颈部重量，枕头是越大越舒服。棉花糖枕有30寸款，可以幻想下是几正呢。所有枕头都可以放入洗衣机洗，用埋干衣机仲好添。依家做紧特价，买多啲仲平多啲，快啲嚟买啦，咪走宝啊！